刘总，下午好。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哈。是哈。你脸红了？没有啊，应该是电梯里太热了。电梯里太热。我有点冷。过年给我回家一趟。刘总，那不行啊，我也得回家呀。这过年了也不能不回家呀，家里还有挺多事儿呢。刘总，家里催我相亲。啊，你帮我男朋友。这让我去演你男朋友。啊，500一天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刘总。1000。哪天回家？今天是第一天。钱上哪领？工作没。